我是梁景涵，我是艺术创作者，本身也是艺术教育工作者。我热爱绘画，享受绘画的乐趣，画水彩、水墨，还有炭笔的时候，每当创作出一个画面，就展现不同的世界，这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我们这次策展的内容是以画我为主题，那画我是以，比如说李赫本艺术家，他本身就是一个五金的老板娘，然后又是结合他艺术的天分，画出那种巨幅尺寸的那个油画，展现出来的内容有宇宙，甚至各式各样的山水啊，还有一些人物。另外一个老师呢，是我们一直很受欢迎的吴日勤大师。那吴日勤老师呢，他是留学英国的一个艺术博士，他的作品是结合台湾书写加上西方的一些美彩，展现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意境。这一次因为是跟李赫本五金老板娘合作，所以呢，他们的作品里面呢有很多的金属组装起来的一些，比如说像长颈鹿啊，或者是圆圆满满，这里面有很多圆圈圈，那你去联想到什么叫做圆满的感觉啊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那最主要是吴老师又在那些立体的作品上做了一些彩绘，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，保证让大家会有惊奇的感受。欢迎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来吴园参观他们的画作。去年担任悠悠画会的会长的时候，第一次来到吴园展出，发现吴园有历史的那种痕迹，但是它又经过历史的岁月的洗礼之后有不同的风貌。那你一进到这个场地呢，就是小桥流水，是中国式的闽南式建筑，又有不同的想象，甚至一大片的草地，那我觉得在这个市中心展出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场地，因为会吸引更多的人潮。我觉得每一档的展出都会有它不同的一些火花产生，甚至一些不同的激励人心的一些地方。我们都很希望说，一旦画出了这个画作，画作本身就具备了生命的，它就会诉说着很多很多的故事，甚至带给很多人的不同的观想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它已经是帮我们开启了世界的大门了，那看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去散播，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传递一个全世界的讯息的，应该就是我们对未来的展望。这次我们的画我展出的时间是4月23到4月28，短短的只有6天，那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参观哦，要把握机会，因为只有短短的6天，欢迎大家，拜拜。